大家好，我们来到了狮子寨社区，然后我们这边是在大内，在台南这边。我们今天是跟球球合作，球球在边，球球。嗨，大家好，我们是台南市大内狮子寨社区，那我们洛里的故乡。为什么叫洛里的故乡？是因为我们大内的洛里啊，年产量是2000吨，然后种植面积是160公顷，然后所以我们有一半以上的农民都是种植洛里。啊，可是因为洛里有季节的产量的，怎么讲？产量吗？对，产量的数限量吧，限量产量什么？季节性啊，季节性的东西吗？对，季节性的水果都是季节性的啊，所以现在已经是。现在我们洛里的产季是从7月到12月开始，然后到1月份都还有，对。然后我们大内的洛里的品种有很多，像红心圆啊、长生种，然后还有乐智跟秋果都是我们大内就是特有的产。那他们有没有长得一模一样啊？我每次看洛里都是长一模一样的啊。没有，因为有的有圆圆的，圆圆的，圆圆小小的，还会变颜色跟不会变颜色。还有的吃起来比较口感比较 Q 弹，然后有的比较脆一点。所以我们品种蛮丰富的。我有点惊讶，介绍完了。所以我们现在要介绍我们的产品在这边。对，这是什么？这是手工皂。手工皂。对，我们用洛里的手工洛里的精华液。洛里的精华液下去做的手工皂，对。然后，而且我们的手工皂很特别的是，我们不含皂基，我们是天然自己用45天的皂化。45天的皂化。对。啊，因为我们的手工皂是用洛里的精华液下去做，所以我们是纯天然的。纯天然的手工皂吗？对。那这样很特别啊。而且只有我们台南的大内有在做。台南的大内有。对，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这是我们的防蚊液。防蚊液。我们的防蚊液是用洛里跟肉桂，土肉桂，土肉桂，就是我们外面种的一颗那个皮可以吃的那个吗？皮可以吃，就是中药的一种的那种。好。对，然后所以我们的防蚊液是用洛里跟肉桂下去做，所以我们可以防蚊，而且又可以增加皮肤的保湿。对。啊，所以你看，我们喷我们家的防蚊液，喷这手。看我们家的防蚊液会出水比较不好，你帮我涂一下。对。会出水比较不好，好害羞，他摸我的手，不要吃我豆腐，不要不行。对，然后我们的你可以闻看味道，就比较没有那么刺鼻。外面那个，因为我们是不含水跟酒精，我们是单纯用精华液下去做，所以单纯就只有精华液，它没有酒精跟水，还有水，那还这么水，而且我们没有加防腐剂，这是因为洛里的特性，就是因为洛里是保湿。所以你冬天夏天啊都可以喷，就是皮肤干干涩涩的啊，还是你觉得有蚊子的时候你可以喷，就可以防蚊又可以保湿保护肌肤。它大概可以持续多久啊？有没有测试过吗？其实这种是要就是要过一段时间然后你再补喷的，就是没有那个长效性。好，通常可以撑3到5个小时。也很久了呢，3到5个小时。而且你喷完啊，皮肤都不会干干涩涩的。对。那这个嘞，这是什么？这是用洛里籽做的面。洛里籽做的面吗？对，洛里籽就是这颗籽。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是真的。你不要骗我哎！这是什么东西？洛里的籽啊。看，就是我里面用那洛里里面那颗籽，然后像我们就是人家种植盆栽的时候，就是可以，就是只要而且洛里只要有水。它只要有水就会活，只要有水就会活，所以你只要放在那边，就像鱼一样没有水会死。所以它比较重水吗？很水分，可是它又很怕水。为什么？就是植物的特性。植物特性吗？又怕水。对，好，我们放它回去。像我们有做洛里籽茶，我们一开始是先做洛里籽茶。我们茶是经，我们像这样这样一颗籽啊，一颗籽会。因为我们刚从鲜果里面剥下来，每颗都这么大颗吗？还有更大颗的哦。真的吗？真的吗？对，而且不同品种的籽啊的长相会不一样，有的颜色会不一样吗？会啊，然后会有这样子是长长，就是稍微有点，还有一种是稍微有点椭圆的，那是品种的问题。然后还有这样子小小的，小小的，然后圆圆胖胖的，这样吗？像弹珠一样？像鸡蛋？像鸡蛋？对，鸡蛋的话它是这样哎。鸡蛋，对呀，鸡蛋这样，鸡蛋，
等这有点强迫，强迫性啊。这是我们的洛梨紫茶，对吗？我们是用纸下去做，好，我们是经过脱模切片，然后脱模切片下去磨熏粉，然后我们还把它切片，嗯，然后就用低温烘焙日晒的方式，低温烘焙日晒，所以没有不用炒，不用炒，不用炒，对。然后我们就是把它磨成粉，当成茶包这样子冲泡。嗯，然后而且我们很特别的是，我们是用冰水跟常温的水下去泡。冰水，对，欸、而且冰冰凉凉的，而且你会喝到洛梨的味道。对，你这样子吗？你用泡冰水，你喝的时候，你就会闻到洛梨的味道。可是我们是纯天然，没有加任何的香精啊，其他的，就是有害身体的一些东西这样。哦，那为什么我都会想要用那个洛梨籽来用做产品啊？洛梨籽吗？对啊，是因为我们籽，就是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果肉都是人家有时候就是外表比较差、啊，就是有的水果被那个蜂蜜叮到，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我看过那个谁，就是一个点然后烂掉。对对对，就是那个是旁生。人家是讲旁生，就是被蜜蜂叮到，就是是的，就是被叮到，然后卖相比较臭。嗯，通常我们的农民都会丢掉，会把它丢掉，对，或者是把它养，就是起补。这样好浪费哦。对啊，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做一些研发。嗯，对 ，OK， 而且我们是用收购的方式跟他们收，其实我们还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嗯，对，而且又可以再利用。那你们这个面啊，它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包装的颜色啊？不同包装是因为我们用那个口味分别，一个是拌面，一个是汤面。哦，所以这个是汤面，对，这个是拌面。啊，拌面有三种口味，是芝麻、椒麻跟肉燥。芝麻、椒麻跟肉燥。对。那这个嘞？汤面是有蒙古串辣。蒙古串辣。然后南洋咖喱。南洋咖喱。跟清香养生。清香养生。对。啊，我们的很特别的是，我们的面是用洛梨籽粉下去做的。嗯，啊，我们不是一般的白面，像光庙面都是只是一般的白面体，啊，我们是加洛梨籽粉。嗯，啊，为什么我们会加洛梨籽粉？是因为洛梨籽粉它的营养素有维他命 A、D、E、K， 然后膳食纤维、分水溶性纤维，所以它很营养。你的手头在干什么呀？对呀、啊。你好。然后我们一包里面的面体里面都有附酱包，而且因为我们这样子一小包的那种面，一小包的面就要用三克的洛梨籽粉，这么多、哦，只能做一小包的面。那洛梨真的很营养哦，对，而且不易取得，真的。而且我们就是在制作方面啊，在清洗方面，就是要维护到食安的部分，所以我们都食安的部分，所以我们的产品都有经过 SGS 检验，都是有经过检验合格的。对，啊、而且我们还有保那个富邦产品责任险，富邦产品责任险，这个是有保险的、哦，对，我们是有保险的哦。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做什么？我们还有做那个冰淇淋，冰淇淋，嗯，还有冰淇淋。现在有吗？有啊，现在有在哪里？这是我们三花人会帮我们代工的，真的。对，等一下可以吃哦。啊，是不是还有这个东西要动吃？这个是什么？这哎、欸，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干嘛？这是比大小是不是？比大小，好比大小，你要比大还是比小？要算好了啦，比大吗？那还是。你是决胜负吗？然后给观众猜这样吗？对，好啊。那猜中有什么？猜中可以送我们的洛梨籽面的礼盒一个。洛梨籽综合口味的。综合口味的吗？啊，好。这是精美小礼物。精美小礼物。还有我们家的 logo， 你看这么可爱的 logo， 你们还不来吗？很可爱。不来买吗？就是比大比小，比大。比大，我剪刀石头布谁先？好，谁先？剪刀石头，哈哈哈哈哈！我输了。可以，要直接甩吗？直接甩，放地上了。在我算吗？大了，好可怕哦！啊我嘞。等一下，我们在观众要在下面留言说，看这到底是谁赢了，
赢了的话，就是在下面赢，看是谁赢，是我原平赢了，还是球球赢？球球赢了，球球叫叫。对啊，然后在下面再留言说，这叫什么？加分享，分享，分享，按赞，分享，按赞，分享，分享洛梨文创坊，分享洛梨的文创坊这样子，对，然后可以拿到我们的，猜到我们两个是哪其中哪一个赢的话，就是可以送一盒洛梨紫面哦，是抽出一个人。然后如果买不到的观众们，可以到我们的虾皮购物网或者是 PC Home， 然后黑猫宅急便也有。然后现在我们是在东山服务区跟关庙服务区，东山服务区跟关庙服务区，还有蓝赛图。蓝赛图什么东西？蓝赛图就是文化部文化局所。所协助的一个文化园区吗？對對對，一样是文化园区。好、哦、好、哦，那今天就是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